大家好，我是阿浩，感谢你，继续甲台湾往下有顺，希望能够安定落叶，再上了。讲到大家关心台湾，因为变成新台湾的啦，因为变成新台湾民生，因为变成新台湾，全世界拢相互啊。参上了，参观新台湾，哦，爱就讲的大片村，哦，爱咱保佑，今日咱重要这个民房，啊，当然咱做群哦，啊，拍照相送拢未算，哦，啊，当然咱平安顺遂，哦，啊，当然咱，我们阿伯，哦，啊来过去四人，哦，啊，祝年老的，哦，会当来甲观众台湾结缘，哦，啊，希望大家真心，哦，啊，平常这个善缘，哦。 来，观众朋友们，来，牛仔啊！